在已进入跑道，请看着总前方，飞机已起飞，带杆离地。在台南迎新开放当天，我看天气是符合标准的，所以当下我决定执行加按。起飞之后，第一个科目是苦瓜八支，那我利用 FCO 强大的推力，在起飞时连续做两个跟斗，那连接成一个 Infinity 符号，就是倒过来的八字形。那我大家宣告说，我是 FCO 第八任单机新人展示飞行员。请教官移到右前方，飞机将为各位带来是低空高速冲场。飞机带起机头倒飞。第三科目是倒飞，那有地形因的影响，所以说我的人是有点稍微离开座椅的，那我必须要在这个状态下可以把飞机飞到高度一丝不差，那这是这个科目的难度。即将带来的科目为负翼轮，各位来宾向左一圈，向右一圈，来宾掌声鼓励。那飞这科目的话，我是 FCO 最大的攻角，然后保持高度500尺通过民众的前方。通过民众前方的时候，民众觉得说为什么 FCO 就像一个风筝挂在空中原地不动？那其实外行看热闹，内行看门道。那内行都知道说，飞行要能够把飞机控制在时速的临界点，然后又保持相同的高度是非常困难的。接下来准备为大家带来的科目为四连轮 ，Ready 一。2、3、4，连续轮这个科目的话，我是用 FCO 最大的滚转率，飞机会非常大的滚转率做滚转，所以我坐在桌上里面的话，会觉得说我自己像是在看万花筒，整个外界的景象是非常的乱。那要如何把这个科目飞好，其实是需要经过练习。飞机待会将会朝各位倾斜135度。以侧飞的方式仔细聆听大家的欢呼声够不够大声？准备，侧飞。我在飞这科目的时候，我有很多时间可以看到地面上的群众跟我们招手，然后欢呼。所以我利用这科目的话，我就跟大家比个8，那以及21队的手势，向我们21队致敬，那以及同时跟大家讲说我是第八任 FCO 单机新的展示飞行员。飞机已经对向川区，加速800公里，压迫度带杆9G效果。F16 在三级主义战机里面，9G小转弯的半径是最小的。那在实战里面的话，因为飞机可以利用较小的转弯半径，那以及较快的转弯率转到敌机的后方，然后达成攻击。在激烈型重返战斗区的9G小转弯后，进入直接跟头。以 F 的最大的推力，然后以9G的方式拉起机头，飞机转身。然后当到达90度仰角的时候，我会做3次的滚转，然后去接续的后面的螺旋下降。那在螺旋下降，我大概要转3到4圈，都是在7到8个G的环境下。那所以说，唐蜜花特别喜欢在这个科目里面，然后捕捉我们FCO俗称的大披风的画面。接下来我会把球架放下来，对向参观台以及底下群众，并开轮声3次，那向他们做致敬。后续的话，我会球架收上，做个转弯，然后把尾管对向群众。这时候群众就可以看到 FCO 尾管喷出了红红的火焰。那许多航迷也非常喜欢拍摄这个画面。转场落地，向着 FCO 战机急加的机动器。在作战时，可在极短的距离或受损的跑道上安全落地。在飞机出力之后，我会放出阻力伞。那 FCO 来讲的话，大概从飞机落地到停下只需要2-3千尺。落地之后的话，就是由我们21队机务室所组成的 FCO Demo Team 为我执行接飞。那整个过程当中的话，我看到底下群众不断跟我比赞、挥手，然后打招呼。那这时候我也非常热情的跟大家做回应。非常感谢大家能够到现场为我们加油，我们 FCO Demo Team 会持续做练习，让我们期待下次再见。
国家的空防，不管是北部、南部、中部，都有不同的机种在守护。要成为单机特技的教官，他其实最重要的是胆大，但是心要细。我们那个 FCO Demo Team 就是有一个叫做精湛传承的这个标语，希望可以继续把这个荣耀继续传承下去。